今日是区议会选举投票日，是七一五十万人上街向政府表达不满之后的首个议会选举，结果备受关注。在297万选民之中，18岁到25岁青年人的选民登记率上升 4.8%， 是升幅最高的年龄组别。几个年轻人一早来到票站投下他们人生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自己可以去投票，真的挺代表到香港人要我们自己选自己代表到自己的人。但是今次真的自己可以亲身去做，真的是值得去说很记得这一刻咯。投回一个自己想要的候选人，因为其实想个社区好咯，其实都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即会有个心去投票的话，那个制度才会完善，才会实践到一些好的候选人出来。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政策，都希望在未来的四年，他们即係去工作嘅時候，都會走翻佢哋講嘅政策，咁即係會落實翻佢哋所承諾過我哋市民做啲乜嘢啦。中學生，中學生，省廿三，省廿三，立法維害中學生，立法維害中學生，反企權。阿邦、阿文同 Anna 三個中學生。在七一大游行当日，以中学生关注23条立法联盟名义，呼吁中学生上街表达不满，有2000几名中学生加入他们行列。23条完了，是不是就是说代表这件事中学生已经不需要关心下去呢？其实我觉得23条只是我们需要关心的社会政策里面芸芸那么多件事的其中一件事。暑假期间，他们正式成立一个叫中学生联盟的组织，继续推动学界关心社会以至政治。你不是说你要学业有成你才可以去关心社会，就正如你不是说我要长大过赚到钱之后才一次过孝顺父母这样的。这日中学生联盟代表阿邦和 Anna 来到一间中学同学生分享经验，同学都是自由参加，不过有兴趣嚟嘅始终系少数。大家觉得中学生应该读书嘅，咁你又唔应该涉足政治，所以我觉得有时我想去掂政治，即系谈论下呢啲嘢咧，都会有啲困难咯。咁你仲有家庭上面咧，咁可能好多家长亦都唔容许学生啦参与咁多政治啊。做唔做到令到啲中学生多啲对于政治系敏感啲啊，关心啲啊？其实应该系喺学校咯，即系如果好似我哋学校咁样，即系我嘅 miss 同我哋讨论，去大家分析件事，咁唔单止即系其实我哋知道唔系好多嘅咋，咁报纸听一啲，父母嗰度听一啲，电台听一啲 ，miss 嗰度再听多啲，再讨论埋，再听下其他同学点讲，其实咁样。是好的。阿邦说中学生联盟要在学校展开工作不容易，这间是少数愿意打开门给他们入来的学校。风气依然是比较保守，一讲到譬如一些政治的议题，譬如说民主化支持普选这样，那些他们就会浅得有少少顾忌，他们会比较希望我们是讲一些跟同学有多些切身关系的事，多过佢讲啲政治嘅议题。依家喺11月23号，我哋要把握我哋嘅投票机会。今年多咗16000个18到25岁嘅青年人登记成为选民。我今年是第一次有投票权啦，咁其实我觉得有投票权就是俾青年人或者是俾我自己是有一个声音去话俾个社区知我哋是需要啲乜嘢咯，至少我有个权去选择我个区嘅区议员系边个嘅。我第一次系会可以行使到我的权利，系我真系会去用我识得嘅嘢去判断呢个候选人系好定系唔好。我而家有投票权系。覺得自己會是在香港會是重要了的，因為每個人都強調其實自己的一票呢是可能會影響其他人，影響日後在某些方面的發展，
在香港嚟講咧，就嗰、個政黨政治咧嚇，咁、咧就開展咗一段時間。在座嘅同學咧就 Benson、Winnie 其實已經同阿婷今年第一次有投票權。为了多些了解议会选举，他们参加了一个选举工程体验课程，在选举期间分别被派到不同的政党，亲身体验区议会候选人如何去竞选。Benson 这日同他跟的候选人助选团落区派传单。一心打算从政的 Benson 说，可以趁机会吸收实战经验。政治会影响到很多的东西，譬如说你譬如每天去买一棵菜，可能其实都关政治事的。为什么今天的菜贵了？因为落雨，落雨因为可能失收，它失收因为可能渠整得不好，那之后再推上去就因为可能區議會個監管不力啦，政府部門佢哋個推讓啦，咁樣入到嚟今次呢條村咁樣，都見到好多好多唔同嘅。首先啦，咁你真係唔熟呢個地方嘅，咁點樣可以建立到同呢啲居民嘅關係咧？點可以知道佢哋個問題咧？咁樣可能你譬如我去做義工，可能幫到可能一兩個需要嘅人士。咁但係如果你政治嘅話，真係會幫到一群人，甚至全香港嘅人。以前不嬲都唔係好知道其實區議會做啲乜嘢，我哋立法局就成日立法會嘅成日都聽到啦。但係區議會嘅角色，你會覺得係好含糊啊。而家知道有區議員，佢會係幫一啲嘅基層市民。Winnie 以往好關注時事，不過涉足政治都係第一次。呢晚佢幫候選人洗樓做家訪。你好，我哋助選團啊！今日咧，因為11月23日咧就區議會選舉啦，所以今日撕啦，唔使啦，或者我俾份單張你睇下。其實你民主個意思就係以民為本啊嘛。可能大部分人睇民主嘅，可能講緊佢哋有咩嘅權利，係可能講緊一啲比較係理論化嘅嘢。但係如果你係斟酌以民為本呢一樣嘢嘅話，就係每一個人、每一個市民佢哋嘅需要，即使係幾微細都好，咁都一定要受到尊重咯。有一些小市民他們的聲音，或者他們一些很小的訴求，可能是漏水啊，家裡面可能有些維修的問題啊，那其實是不是民主呢？那如果就著這個的基礎來講，我會覺得是。 Winnie 說今次可以近距離觀察區議會選舉，他發覺到青年人在選舉過程容易被忽略。我見到有兩個年輕人，咁我哋嘅候選人諗緊係唔係俾張單張俾佢好咧，但係最後都係冇俾到。但係之後啱啱有另外一位女士就入列啦，咁好明顯佢係即係夠資格投票咁樣，跟住佢就即刻遞張表格俾佢。咁所以我覺得會唔會係太過現實過頭咧？可能佢哋未必係擺明居民係擺曬出嚟，我哋好注重個選票，但係事實上佢哋做咗呢樣嘢出嚟啊，咁所以呢個比較負面嘅印象。猫渣和他一班朋友以前对政治时事漠不关心，连新闻都不多看，行街、打机、唱 K 是他们最大娱乐。七一前不关心，七一后极关心，多了而已，不可以说好。为什么呢？因为发觉这排的新闻是自从七一之后看下去，即越搭越有味的，越来越多你看的。呢期我最关心嗰个将会是一个百货，大学生百货。以前都有即系睇开，不过都睇完就算，觉得好似唔关自己事咁样咯。因为佢哋做，我哋好似冇乜机会干涉到佢，即系好似话政府决策系得佢做，冇我哋做。今年区议会选举，佢哋都系第一次有投票权。不过猫泽话佢冇兴趣投票。重要就重要，不过如果可以用，我宁愿是普选特首的时候我才用那票。那特首都是搞成这样，就算我选班几好的议员，他都会觉得自己
是没犯错，或者他错了都可以去认错。俾你投区议会，顶笼俾你投埋立法局，但是最上面那阵咧，即系我唔会话 judge 话边个官员做得唔好，呢啲嘢大家好多市民都知嘅，即系唔使问话边个得边个唔得。咁但系最大问题就是我哋认为佢唔得嗰啲官员，我哋唔可以透过投票呢样嘢去决定佢哋嘅去留。咁佢哋提出嚟嘅政策唔系我哋想要。喂，你都唔系我选出嚟嘅，我点解要听你讲嘢啊？即系我觉得有啲似系阿妈同老豆教仔。我对个仔我民主噶，我俾民主权佢。佢要买玩具，我俾佢买咁样嘅原理一样。即系佢我哋投系俾民主我哋，小事我哋自己做细嘅决定，大事佢哋决定，佢哋中意公布咩版本咩人咩版本。咁我所以我哋选嚟，我哋顶笼都系可以控制到我条村里边。唔系，我哋条村入边咧就冇咁多飞仔啦。间屋企便利店会24小时营业啦。区内巴士线分段啦。系啊，即系仲有每15年会换次水喉啦，决定到呢啲咯。除非你俾我哋投嗰班人啦，最高嗰班你俾我哋投啦，我相信我哋再全部扑去投嘅一定。今晚截止我都即刻扑过去地方。参加了选举体验课程的阿婷，这日和一班同学将学到的选举知识带回校园，在学校搞了个模拟选举。参与的同学都很渴望有投票权。总之好似觉得自己呢个社会系自己有份，呢个社区系自己有份咁样，系啊，即系每逢去到嗰啲选举啊，18岁以上、17岁以下嗰啲就唔关事咁样，好似俾人隔咗开去咁样。有份噶嘛，个社区唔系话净系大人，唔系话18岁以上噶嘛，即系我哋呢啲都系一个系人嚟。喺学校，同学事务阿婷有投票权。但是阿婷就话佢呢几个星期一直为咗点去投出呢一票而伤脑筋。我呢一区就有三个候选人嘅，参考过佢哋嘅政纲咧，就其实个范围都系差唔多嘅啫，都系比较着重喺交通方面啦。要去决定系投边一个候选人，就仲有一定难度，因为而家佢哋所俾我哋所得到嘅资料咧，仍然系好少噶啦。佢提出嘅建议仍然係嘅范围仍然係好狭窄嘅。喺今届嘅区议会选举，除开自动当选嗰啲，总共有763名候选人去争夺326个民选议席。上个星期，一个青少年服务机构嘅调查发现，喺18到25岁嘅年轻选民里面，40%话会去投票，唔会去投票嘅有30%，未决定嘅有20%。是不是真的为个社区啊，譬如他做那些事情是他口讲啊定是实质是这样呢，即其实不是好知道咯。政纲写得挺好都没用的，我觉得。选完区议会之后就不见了人。即是拉票啦，咁啊 sell 个个其中一样去做个设施，就是帮屋村申请争取换这个的厕所的洗手盘，成功咗啦。咁我心諗点解呢，点解你即连呢啲都要抛出嚟呢？佢哋頭之前話啊，啲區員成日都會落去巡區啊，等等呢啲。但係即係我喺我自己住元朗區啦，咁樣我好少見到有咁嘅情況。今届区议会有74个候选人因为没有竞争对手而自动当选。第一次有投票权的 Benson 本来满心期待投票日的来临，不过由于拒绝那区的候选人自动当选，结果他不用去投票，令他感到若有所失。选举其实就是一个竞技场，去给一些候选人
去分他們的高下，就俾我哋嘅選民知道啊，邊個係好嘅，邊個可能冇咁好嘅。咁但係如果係自動當選嘅話咧，我會覺得佢冇咗一個嘅機會，去令到佢哋有競爭之中有進步咯。咁我哋選民亦都冇選擇去揾邊一個我哋適合嘅候選人咯。咁即係譬如話好似大學或者舊時中學學生會咁啊，咁你一隊嘅學生會選都會有信任與不信任投票啊。咁但係而家區議會係唔會有不信任同不信任嘅喎。咁如果佢係唔使去競選嘅話，咁佢又哦，我做翻舊時嗰套食老本就得啦，咁樣我唔需要諗啲新嘅嘢出嚟啦。Winnie 體驗選舉嘅過程，踏入高潮。呢日佢同候選人出席所屬政黨嘅造勢大會。不過他始終想保持局外人的身份。我是想政治中立的，即我不是特別幫某個候選人，但是當你要去做一個真的助選團的時候，你好像要有一種立場是支持某一個候選人，然後是要幫他做事。其實你可能剛才看到我上台去喊，其實自己又不是很情願去喊樣咯。你看到他們是在個地方的視野是會很廣闊，他們可能看到很多政黨不會做一些環保工作，但是他們會去做，去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素質，但是一些再高層次的東西他們很少會講。在11月23日，尤其是俾我入到去政黨裏面去觀察，我感覺到一樣嘢就係政黨有時候會有一個兩極化嘅現象出現咯，就係某啲嘅政黨好講求自由民主嘅，好講求政治理念，但係變咗有一啲嘅政黨咧，即係佢哋會即係因為佢哋嘅政治背景啦，咁某啲嘢係改變唔到嘅，咁佢哋會係比較重地區工作，但係好少講政治理念。其實兩樣嘢我覺得需要平衡咯。一心諗住將來從政嘅 Benson， 而家一邊讀書，一邊吸取服務社區嘅工作經驗。呢日一放學，就同區內嘅清潔活動委員會巡查屋邨。哦，樓梯 OK 喎。准在此傾到嚟定個科，但你都唔應該個牌等得到嘛？佢唔應該，係佢哋唔應該等喺呢度，唔係個牌唔應該喺啲嘢唔應該喺度。我翻嚟。巡咗一陣 ，Benson 媽媽就打電話俾佢。哎呀，做完我就翻噶啦，好冇？哎呀，得噶啦，因為我冇個包入啦，或者佢哋會學業為先咯，覺得即係你即係要有學業，咁之後先做其他嘢咯。咁壓力係有嘅，咁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啊。是不是應該即係用擺多時間落學業呢？我哋建議話，不如你成日話你個黨係用人先嘅，即係以民意為先嘅。呢個黨嗰個基本立場。區議會選舉體驗課程進入尾聲 ，Benson 話：雖然同佢跟嘅候選人政治理念有啲唔同，但係亦不失為一個好機會去了解不同嘅政治理念。即既然我是落嚟呢度去做實習嘅，咁我當然係要即跟翻大家嘅理念。咁呢樣嘢係其中一個政治嘅學習啦，因為政治都係需要妥協噶。咁可能睇下大家會唔會可以求同存異啦。區議會雖然着重地區工作，不過區議員亦有機會投票選特首，所以 Benson 認為唔可以忽略候選人嘅政治理念。因为这个是他们日后是否愿意忠实反映民意的关键。去做一些很民生或很切实性的东西，即是譬如我加个巴士盖给你，我整好条路，整好些水渠啊，这样。那是否真的反映到民意呢？这样看回23条区议会啊，都会是最后呢那个结果都是说赞成23条的。那但是起码我自己不知道是有咨询过我们。咁我就曾經問過一個區議員，就話：，哎，點解出嚟個民意會係咁咧？會唔會係區議員做嘅諮詢唔夠咧？咁樣，咁佢個答案就係話：，佢問過一啲嘅街坊，同埋有一啲嘅街坊都嚟同佢傾過偈。咁我就追問佢話：，咁你有冇做過平問卷啊？或者其實成個你嘅選區人去問過咧？咁樣，咁咧佢就重複翻頭先嘅答案啦，繼續係。咁我哋即係從呢件事已經睇到話，其實佢哋未必係諮詢過咧，定係淨係小貓三四隻咁樣去同佢哋傾偈咧咁樣。歡迎大家齊齊嚟投票，多謝大家，多謝佢。
而家距离投票结束时间只有3个钟头。我是可以投票的香港人，那我也都在这个11月23日都会去投票，因为我想揀一个可以真正代表我们声音的区议员。除了摆啲 banner 喺街度搞啲乜乜团、深圳乜乜团之外，就唔识做嘢嗰啲议员，我唔想见到嗰啲。咁我就想要一个即系真正关心呢个民生啦，同埋呢个社区人士嘅需要啦，即系真正系用自己个心去改善呢个社区环境啦。最唔中意一个区员，咁系一个唔负责任啦，对个社区只从可能佢自己的利益出发着想啦，唔理个社会或者个社区嘅发展啦咁咯。我最唔想见到嘅区议就系挂住区议员个名而完全唔做嘢，唔会愿意听人民声音嘅人，即系为每个月就系为咗拎咗政府嗰啲津贴。喺现代民主社会入边啦，即系应该就手脚并用。即是去到一些重要的社会议题上面，我们用脚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去游行，我们出来行出去街上面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建制入面，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手去投票，去投回我们需要有的候选人出来去做回我们政府入面或者是其他议会入面的职位。